嗨，我是孙轩。之前我们介绍过了很多知名的漫画家，因为他们画出了畅销作品，所以就算漫画完结之后，也能靠漫画衍生的周边商品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例如七龙珠、悠悠白书、美少女战士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周边商品所能带来的效益是非常惊人且可观的，创造一部成功的作品甚至能够一辈子不愁吃穿。不过比起漫画，还有另一种产业也能够创造惊人的价值，那就是电玩。经典的电玩游戏不止好玩，电玩里的游戏角色甚至能够变成风靡的人物，以此角色为基准再衍生出新的商品，例如马里奥、萨尔达等等，所造成的效益可以说非常可怕。是的，今天要介绍的人物并不是一位漫画家，而是一位游戏设计师。这名设计师创造出的一款游戏成为了史上最赚钱的游戏 IP。 据统计，人类在这个游戏 IP 上所产生的花费已超过1000亿美元。是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创造宝可梦的男人田尻智的故事。位于关东地方的东京都是日本的首都，人口数超过3800万人，占了日本总人口的30%。除了富含历史人文气息的名胜外，也有许多文化与娱乐主题的景点与活动，例如重现吉卜力作品世界观的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或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动漫盛典 Comic Market 等等。1965年，东京都的世田谷区随着一声清亮的哭喊，田尻智诞生了。如同许多小朋友一样，田尻智小时候相当喜欢漫画及动画，电视上播放的哥吉拉或超人力霸王更是让他两眼发光。而除了这些静态休闲娱乐之外，田尻智同时也非常喜欢往外跑。小学时期的田尻智生活在东京西南部的听田市，当时的听田市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自然风貌，完全就是我家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写照。下课后或是假日，田尻智常常跟同学们跑到附近的小河比赛谁能钓到最多的小龙虾。而只是一群小孩子的他们当然没有所谓的专业钓竿，当时他们用树枝之类的材料就地取材，完整发挥出没有的话就自己做的 DIY 精神。不过比起钓虾，田尻智还有一个更喜爱的食物，那就是昆虫。从图鉴上，田尻智认识了种类繁多的昆虫，自带2到6镰刀的螳螂，或是有着坚硬长角的独角仙。就像漫画角色一般，每一种昆虫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强力武器。认知到这点的田尻智被点燃了强烈的兴趣，而行动力超群的他立刻拿上了捕捉道具，踏上了捉虫之旅。不论是草丛中跳动的蝗虫，树林间飞舞的黄粉蝶，或是干水沟里的小蟋蟀，都让他感到新奇又有趣。而田尻智的探索范围也不限于山中，只要是可能出没稀有昆虫的地点他都不放过，就连防空洞遗迹之类的地方他也在所不辞。而在当时，田尻智与朋友之间人气最高的昆虫是一种名叫锯齿锹形虫的甲虫，如同牛角般弯曲的帅气前额，流线的身形单纯而美丽，只要抓到一只就能在朋友之间吹嘘好一阵子。为了捕获这只神兽，田尻智可说翻遍了山林，但尽管忙了一整个白天，却只能找到一堆金龟子。当时路过的其他大孩子们一边嘲笑着田尻智的白忙一场，一边透露晚上的墓园搞不好找得到之类的话。听见关键字的田尻智马上冲回家，在重新翻阅图鉴后才发现，原来锯齿锹形虫是夜行性昆虫，所以夜晚的墓园的确有可能抓到。这天晚上，田尻智将闹钟设在了凌晨4点，趁着父母还没起床，他偷偷溜了出来，骑着脚踏车前往了附近的墓园。不过才刚踏进墓园，他发现四周实在太可怕了，锹形虫跟幽灵，他完全不知道到底谁会先出现。坚持了片刻后，便落荒而逃，这场夜袭行动宣告失败。但田尻智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不需要晚上去墓园的方式，甚至思考着不需要夜晚也能抓到锯齿锹形虫的方法。而最后孜孜不倦地翻阅图鉴，并彻底了解甲虫习性的他，透过自己创造的石头陷阱抓到了锯齿锹形虫，打破了白天抓不到锹形虫的限制。而在抓到了昆虫后，田尻智下一步思考的便是饲养的问题。在查询了书籍资料后，田尻智知道了昆虫会因为温度的急剧变化而失去，便开始在各处寻找适合的场所。在经过一番实验测量后，田尻智在家中温度最稳定的马桶水箱旁设置了饲养箱，并搭配浮叶土等各种材料及不同饲料的尝试后，最后成功的让甲虫度过了冬天。田尻智不止从图鉴或书籍上学到了许多知识，更将这些知识应用在生活中，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会对这样未知的事物抱持研究般的热情，其实是受到了班导师相当大的影响。这名班导老师叫古田川，他的教学方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可以说相当的先进且特立独行。他会让班上的学生每天发表一篇主题不限的研究报告，不论是人类的祖先这种学术的话题，还是超人力霸王的怪兽考究，只要你有兴趣，通通可以与大家报告分享。古田川老师认为，比起自己单方面的传授知识，让学生自己去调查研究的话，更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受到了这种教学风格的熏陶，学生们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故事中的主角，因此更加投入其中。也因为如此自由又开放的学习态度，让田尻智追根究底的研究精神得以渐渐萌芽，甚至让他在班上获得了昆虫博士的称号。而田尻智的涉猎范围也不受限于昆虫，小龙虾、青蛙或是蝌蚪之类的生物，只要有办法抓得到，他都会进行饲育实验。这些观察与调查的过程，让他的探究心逐渐成长茁壮。透过亲自调查、实际尝试后所了解的事情，最后将成为自己的知识。自此之后，便成为了田尻智的信条。不过，升上国中之后，田尻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因为都市开发的影响，天田市的自然风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消失殆尽。有着小龙虾生活的河川被混凝土完全填满，栖息着昆虫的山林及草地变成了一栋又一栋的民用住宅。虽然感到伤心及难过，但身为小孩子的田尻智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时间来到1978年，日本太空公司设计的游戏《太空侵略者》推出后，在全日本掀起了巨大的浪潮。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闷闷不乐的田尻智因为受到朋友的邀约，第一次前往了电子游乐场。而因为玩一次就需要100日元，并且也没有玩过这种大型机台，起初田尻智抱着相当不以为然的态度。但在朋友三催四请加上请客一句的份上，田尻智只能慢慢坐上了机台。在接触摇杆及按钮的瞬间，一股电流爬上了田尻智的背脊。田尻智的手指随着游戏画面开始舞动，完全停不下来。电子游戏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并且他甚至展现了过人的游戏天分。尽管是初次游玩，却在机台上留下相当不错的成绩。自从那天开始，田尻智便成为了太空侵略者的俘虏，深深沉迷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白天上课时会在课本上涂鸦游戏中的角色，晚上睡觉时则会在脑内模拟游戏的过程。为了能畅玩游戏机台，田尻智每次都会把父母给的零用钱花个精光。如果零用钱没了怎么办？没关系，把用来买参考书的钱拿去书店买便宜的二手书，再将剩下的差额拿去玩游戏。如果买参考书的钱也花光怎么办？没关系，就算没有钱玩游戏，依然能前往游戏中心免费看其他人玩游戏。田尻智当时的策略就是用最少的钱玩最久的游戏，所以他经常会在背后观察别人游玩，并且聚精会神的研究，思考着不同的应对方法。他甚至会拿起笔记本详细记录，例如游戏画面中一共有几台敌机，而这些敌机的移动频率跟周期又是如何等等。而这股超乎常人的认真态度，跟以前捕捉饲养昆虫的习惯，其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是一种对于感兴趣事物的彻底研究精神。在经过夙夜匪懈的钻研之后，田尻智终于完全掌握了游戏的规则，并名而出了一套必胜的攻略法。于是田尻智这个名字便从此长期霸占了太空侵略者机台的高分排行榜，也渐渐地被太空侵略者爱好者所熟知。虽然在不久之后这款游戏便退烧了，但在这之后登场的其他游戏，诸如小精灵或是铁板阵，田尻智依然能在透彻研究之后将所有游戏完美驾驭。而热爱游戏的田尻智当然不想要只当个玩家，充满创意又富有实验精神的他总是会在脑中思考着游戏相关的点子。升上国中三年级的田尻智想要将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化作现实。与此同时，制作小钢珠机台及游戏软体闻名的 Universal 公司正好举办了游戏创意的招募比赛，而负责审查的委员居然还是田尻智非常敬佩的漫画家赤冢不二夫。干劲满满的田尻智马上将自己的游戏企划寄出，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比赛。田尻智当时构思的游戏叫做《暗夜的乌鸦》，游戏的概念是让玩家身处完全黑暗的环境，并将乌鸦全部击落的游戏。由于乌鸦会完全融入背景中，所以是看不到的，玩家只能抓住乌鸦攻击前所发出的短暂闪光，来借此锁定乌鸦的位置。自信满满的田尻智觉得这种玩法肯定会很有趣。在盼望了许久之后，比赛的结果通知终于寄来了家里。很遗憾的，田尻智落选了。
但那时他毕竟只是一个国中生，并且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即使有着能攻略游戏的研究分析能力，隔行如隔山，事情当然不可能那么顺利。不过充满研究精神的他也开始客观地去分析自己的企划为何会落选，自己的设计到底又缺少了哪些元素。这个时候田高志的目光停留在了最优秀奖的企划名称上，是一个名叫旋转门 Room 的游戏。明明乍听之下感觉很无聊，却得了大奖。这样的结果让田高志起了莫大的好奇心。在经过了几天的反复推敲后，田高志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创意的精妙之处在于旋转这个动词上，因为这是在目前的游戏之中尚未出现过的动词。例如太空侵略者的动词是射击，小精灵的动词是吃。田高志理解到，如果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游戏，就势必需要一个全新的动词。反过来说，只要自己能找到没有人使用过的动词，说不定就能制作出一款前所未见的新游戏。抱着这股研究热忱，田高志开始向下一个目标发起挑战。很快的，田高志国中毕业，他并没有继续往普通高中升学。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从事游戏相关的工作，他选择前往东京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就读，并努力学习计算机相关课程的专业知识。放学后也依旧会跑去游戏中心游玩，并研究时下最流行的游戏。时间来到1981年，当时十分著名的 Sega 举办了游戏创意大赏的活动，把握机会的田高志二话不说报名了比赛。不过虽然一鼓作气地寄出了报名表，关键的元素却始终没有灵感。毕竟从零到一的过程最为困难，敲打、投掷、降落、飞翔，各种的动词都已有相对应的游戏。烦恼不已的田高志一边碎碎念，一边三两下地跳上楼梯。这个时候，一个动词灵光一闪的出现，没错，就是跳跃。跳跃就是此时的游戏中尚未出现的概念。田高志将这个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创意取名为 Spin Stranger， 并完成了游戏的企划书。一个月过后，比赛结果公布。历经过一次失败并吸取教训的田高志，这次获得了一等奖的殊荣。田高志把奖金10万日元的一半作为礼物送给了母亲，感谢他一直以来总是默默支持着自己的兴趣。而因为获奖的缘故，田高志接受了 Sega 创意执行部门的接待，并被正职员工大力的赞赏了一番。认为他虽然还只是个学生，却有着高人一等的才能。得到肯定的田高志对自己更有了信心，心想着如果自己的创意能够被采用，说不定自己的构想也能够被商品化。以这份期待及喜悦为动力，不断驱使着田高志想出源源不绝的创意，并且他时常也会去拜访 Sega 的创意部门， Sega 的员工也会针对田高志的想法提出不同面向的建议。在这样一来一往的学习间，田高志作为游戏设计师的才能逐渐崭露头角。当然前面有提到，田高志不只喜欢设计游戏，他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玩家。玩遍时下的当红游戏哦，对他来说是最基本的日常。不过如此厉害的电玩高手，尽管发现了许多拿高分的诀窍，也挖掘出了一堆游戏秘籍，但身边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分享这份喜悦。当时他心想，世界上一定还有许多跟自己一样热爱游戏的伙伴，如果能够因为自己的知识来让大家的游戏技巧得以提升，那游玩时的乐趣一定会更加强烈。抱着如此想法的田高志一边思考，一边在新宿的书店闲晃。此时一本同人志映入了他的眼帘。同人志虽然是非官方的产物，但也因此更加自由，种类更是十分琳琅满目。打从心底希望能跟其他游戏同好者交流的田高志，决定把至今为止的经历以同人志的形式公布。于是田高志自行出版了游戏情报杂志 Game Freak。而在当时虽说是出版，但其实就只是把自己手写的内容大量影印，然后再用订书机装订起来的小册子而已，一本也就只有薄薄的10页左右。幸好书店老板并没有因为田高志的年龄而看不起他，还是让这本只有10页的游戏杂志能放在店内贩售。而同人志的种类有非常多，尤其漫画及动画的类别比例最高，但是专门以游戏为主题的同人志在当时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田高志的杂志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商品，上架没多久就常常被抢购一空。随着杂志 Game Freak 一期又一期的出版，田高志的名气逐渐攀升，没过多久就传遍了整个日本的游戏粉丝圈，成为了游戏界特别的存在。而田高志也收到了许多粉丝的来信，这些来信有感谢的，也有赞美的。不过在众多的粉丝中，有一位少年非常特别，这位少年叫山森健。山森健与田高志年龄相仿，并且可说是 Game Freak 的头号粉丝，不但每一期都准时购买，
，还常常寄信给田尻智，告诉他读后心得。某天，田尻智一如往常的收到了山深健的来信，但这次信件的内容却让他印象深刻。信中写道：“虽然很期待下一期的杂志，但如果能再加上一些插图就更好了。”还随信附上了一张自己的绘画作品。这时，田尻智才知道，这名忠实读者不但喜爱电玩，更有着相当水准的绘画技术。深受震撼的田尻智心想，对方明明也只是个小孩，却这么厉害，肯定不是简单的人物。于是田尻智便写了一封回信，两人就这样约定要在现实中见上一面。果不其然，意气相投的两人一见面就成为了好朋友，山森健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杂志的制作中。田尻智的文章加上山森健的插图，让杂志的品质提升了一个次元。事业越做越大的他们，还在杂志上直接刊登成员招募，也渐渐增加了一同创作的伙伴。跟 Freak 从一本实业的小册子，慢慢内容越来越精美，也更丰富多元。甚至其中的一期临时增刊号，如何把铁板阵打到一万分，卖出了一万本以上，在同人志圈子中达成了惊人的成就。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也能发现一件事，那就是田尻智的父母可以说非常支持自己的孩子。从国小的昆虫饲养，国中的电玩沉迷，到高中的创办游戏杂志，即使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课业上，田尻智的父母依然相当尊重孩子的选择，也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但山森健就不如田尻智如此幸运，在与田尻智相遇后，梦想成为漫画家的山森健有了可以一展拳脚的地方，更加投入在绘画的世界中。而山森健的父母认为他整天只知道画画，甚至也没有读大学的打算，家人之间爆发了好几次争执。于是在高中毕业后，山森健便离开了家里，独自一人搬到了田尻智家的附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其实是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不过同样也没有想继续升学的田尻智，在听闻这个消息后，立刻突袭了山森健的租屋处，并把电脑及印表机等等设备从家里搬到山森健的房间内，正式成立 Game Freak 编辑部。虽然田尻智的所作所为让人哭笑不得，但这样的友情举动也冲淡了山森健的负面心情。至此之后，两人除了一周去一次游戏中心考察及放松之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宅在山森健的房间内，进行 Game Freak 杂志的编辑与发行。而因为对游戏的无限热情，让他们不只是自家出版的 Game Freak， 甚至在其他商业杂志上担任专栏作家。随着收入逐渐稳定，他们也告别了狭小的公寓，将编辑部转移到了市区的下北泽，并且增加了伙伴。虽然非常忙碌，却也相当充实。1983年，日本电子游戏公司任天堂推出了改变整个游戏历史的划时代发明，那就是 Family Computer， 又称红白机。原本得去电子游乐场才能玩到的游戏，现在只要家中有电视，就能随时游玩。才一推出，就造成极大的热潮。这台机器不但给游戏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弹，甚至直接影响了周遭的产业。视电玩为生命的田尻智，理所当然也买了一台。在实际游玩之后，冲击的程度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不但主机轻便好携带，而且只要更换不同的卡夹，就能体验到各式不同的游戏。实际上，这段期间，田尻智也时常会带着企划书去向 Sega 提案，但最终都没有被采用。不过，红白机的问世给田尻智带来了一线曙光。与其让别人来接受自己的提案，不如自己来做游戏不就好了吗？下定决心的田尻智马上将想法告诉了 Game Freak 的大家，而与田尻智抱持着同样想法的伙伴们也二话不说的加入了这项热血的计划。以田尻智的游戏企划书为中心，山森健负责角色的设计，团队之中也正好有擅长城市设计的成员，再加上此时新加入的成员增田顺一来负责游戏音乐作曲的工作。不过团队就算创立了，做什么游戏仍然是第一个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当时田尻智的想法非常简单，连自己都想玩的游戏，那就是好游戏。秉持着这个最大的信念，团队成员开始热烈地分享自己的构思，让彼此的想法激荡出更多的创意。但是在实际开始游戏制作时，田尻智却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打算制作红白机的专用游戏，就必须与任天堂签订正式合约，并且要支付给任天堂一笔庞大的签约金。自知团队财力有限的田尻智与伙伴们便打消了直接和任天堂签约的念头，退而求其次，采取自行制作的方式，也就是先把游戏做出来后，再拿去推销给其他游戏厂商。如果能受到某间游戏厂商的青睐，就能让那间厂商代替田尻智们去跟任天堂签约。田尻智与伙伴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初衷，
团队并非是想贩售好玩的游戏，而是想亲自动手制作出好玩的游戏。只要实行这个方法，就能达成双赢的局面。而在决定要自行制作游戏之后，第二个要面对的便是设备问题。因为若是不跟任天堂签约，制作游戏的昂贵器材必须自己准备齐全。即使有着基本的收入，田高志与伙伴还是买不起昂贵的器材。而针对这个难题，田高志的解决方法也非常直接暴力，那就是既然没有，那就自己动手做。没错，为了能够制作游戏的器材，他们首先从红白机的构造下手，如同解剖青蛙一般，将主机零件完全分解，借此来查明运行游戏的 CPU 是哪一款，而当中又编写了什么样的程式，并从不同的地方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零件，加上跟朋友借用的各种二手机器，最后终于成功组装出编写程式必备的电脑以及开发游戏所需要的器材。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之后，田高志与伙伴们的游戏开发计划终于正式启动。不过事实非常残忍，尽管团队成员都秉持着要做出好游戏的热情，实际出来的成品却不是那么顺利。力求完美的田高志当然对自己的作品绝不允许有一丝的妥协，也因此有时都已经到最后测试阶段，却还是决定砍掉重做。而在不断与游戏制作奋斗的田高志也一直在思考游戏的架构，新的游戏总会伴随新动词的出现。田高志一直铭记着这个从国中时期就发现的规律，当时超级火红的超级马里奥就与踩踏敌人这点脱不了关系。田高志一边翻阅着资料，一边思考着全新动词的构想，突然间电光一闪，一个灵感浮现在脑中，如同翻书一样，在翻开下一页前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这样的概念不是很有趣吗？于是以翻开这个动词为基础，耗费了3年之久， Game Freak 终于完成了首款自制游戏 Quinty。 玩家能操控主角透过翻动地板来弹飞敌人，并透过地板下隐藏的特殊道具来击退敌人。而完成游戏之后的田高志与伙伴们火速将游戏卡夹带去了游戏公司万代南梦宫。在试玩过游戏之后，当时接待的负责人评价道，我看你们是很有当时阶段的负责人评价到，这个游戏很有搞头。为演示英雄的公司高层也立刻决定了游戏的商品化。1989年，益智型动作游戏 Quinty 正式发售，并且成为了超过200,000销售量的热门作品。作为游戏销售的版税，田高志与伙伴总共获得了50,000,000日元的惊人巨款。这笔钱就算全员平分，每个人所分到的报酬可以让各自过上一段好日子。但田高志认为这样的结局太令人感到寂寞了，并对伙伴们提出了另一个想法，也就是运用这笔资金来成立公司，让大家在未来也依然能一起制作新的游戏。而早已培养出革命情感的团队成员当下便被田高志的话语所感动，这群原本只是因为喜爱游戏而东拼西凑聚集在一起的外行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与尝试，亲手开通了自己的未来。1989年，沿用最一开始的社团名称株式会社 Game Freak 正式诞生，从业余集团变为正式的游戏公司。 Game Freak 所接手的工作也逐渐多了起来，为了能够同时处理多线工作，就必须得靠更高阶的电脑工作站来帮忙。透过工作站的管理，能让资料的处理及存取更加有效率。由于当时一台要价300万日元，田高志原本并不想直接买一台新的，而是向租赁公司提出了设备的租借申请。但当租赁公司的人员来到 Game Freak 的办公室时，却看到一群穿着 T 恤的邋遢年轻人跟脏乱不堪的办公环境。受到惊吓的对方二话不说，马上掉头走人。被盖羞辱的田高志几天后便直接用现金买了一台全新的工作站。另一方面，他也认知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成人的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即使你再有才华，再有内涵，如果没有在外表上表现出相对应的形象，那就只会被对方看不起。而为了希望有大人的样子，田高志要求大家之后要穿西装上班，并且打卡记录上下班时间，以及每周至少要大扫除一次。但由于长年下来，大家都习惯了自由氛围的工作环境，团队成员一时之间都无法接受这样的改变。最后，田高志并没有强迫大家的穿着，不过身为公司的负责人，自己是必须以身作则的。所以从那之后，田高志都会穿上西装上班。1989年的4月21日，任天堂推出了携带型游戏机 Game Boy。这台次世代商品的问世，为田高志打开了崭新的大门。其中最让人感到冲击的，便是前所未有的通信功能。只要透过一条通信线，就能让两台 Game Boy 连接在一起。田高志深信，如此一来，便能够突破既有的框架，让游戏的趣味性更加提升。但与田高志的期待相左，市面上所推出的游戏都只是单纯的把通信功能用在玩家的对战之上，并没有出现拓展游戏世界的作品。虽然对战的确能增加乐趣，但田高志却认为通信的功能不止如此。他回想起过去跟山森健一起游玩《勇者》
者斗龙的时候，自己有一个道具怎么样就是拿不到，但山森剑却有两个。当时的他想着，如果能跟朋友交换道具的话，那该有多好。恍然大悟的田高志了解到，要问通信功能可以拿来干嘛，那不就是交换吗？没有的道具可以透过跟朋友交换来取得，而那个朋友也能跟其他人交换，以此类推，甚至能让这个循环扩及到全世界。既然掌握了交换这个新动词，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要交换什么。田高志仔细回想自己心中第一次衍生出想要跟别人交换什么的时候，便是沉迷于采集昆虫的国小时期了。与朋友互相比赛，看谁能抓到更稀有的昆虫，用自己的独角仙去交换对方的锹形虫。当时那段小鹿乱撞般的兴奋感，如果能再次重现的话，那肯定会充满无与伦比的乐趣。以生物交换的元素作为游戏架构，并经过不眠不休的撰写后所完成的，便是名为胶囊怪兽的游戏企划。自信满满的田高志马上将青蛙树带去了游戏公司 Creatures。 在理解游戏概念后，社长石原恒和给予了高度好评，并顺利与任天堂签下了合约。不过虽然由三家公司共同合作的项目正式启动，但开发的过程却一点都不顺利。从游戏制作开始之后，就因为各式各样的事情而延迟或暂时中断。例如原本的企划名称胶囊怪兽，就因为版权的问题而无法当成商品名称，加上日语的简称 Capmo 念起来也不太顺，最后只能将企划改成了别的名称。而当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不足，开发游戏简直就像把钞票往火堆里扔一样。为了周转资金，田高志除了开发部之外，又成立了出版部，透过承包游戏攻略书籍的制作来填补资金的空缺。除此之外，在游戏企划的制作期间， Game Freak 也顺便开发了一些短期能完成的游戏，例如药蟹的蛋或是马里奥与瓦里奥等等。透过这些额外的打零工，资金也渐渐稳定下来。而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团队中仅有的三名工程师因为无法忍受每日每夜加班，最后不顾田高志的挽留与劝说，递出了辞呈离开了公司。由于自己写的程式只有自己看得懂，即使招募新的工程师也无济于事。在团队成员万念俱灰之时，那个男人出现了。もう大丈夫。なぜって私が。身为骨灰级成员之一的增田顺一，虽然最初是负责游戏音乐设计来加入团队的，但这几年间增田不但钻研过游戏，甚至也自学过程式编辑。不想半途而废，让游戏胎死腹中的增田以一个人当三个人用的方式成为了团队的御用工程师。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炸你电脑。没错，在这个节骨眼上，储存了所有游戏数据的工作站电脑直接一言不合就崩溃。不同于一般电脑，而是搭载着独特系统的工作站，公司中根本没有人会修，让田高志只能对增田喊道：無敵のスタープラチナで何とかしてくれ。自告奋勇的增田立刻开始学习新系统，最后还真的成功修复了电脑，简直就是被音乐耽误的工程师。最终在田高志与伙伴们全心全意的投入之后，耗费了6年， Game Freak 完成了这个新游戏的样本。但原本沉浸在感动之中的田高志却马上被现实赏了个巴掌。在试玩过游戏之后， Creatures 的石原社长打来了电话，并且对田高志表示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游戏想要传达的意义。虽然游戏的大框架没问题，但游戏故事却完全感受不到要传达的主题或讯息。听到这种评价的田高志完全无法反驳，因为对于自己的创意太有信心，所以忽略了故事架构。反省过后的田高志下定决心，决定撰写全部的游戏剧本，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来承担所有的责任。田高志回顾起这些年来自己的人生，他希望透过这个游戏让玩家能激发内在的求知欲，不仅能玩得开心，还能够有所成长与学习。于是在身心灵都超越极限的半年之后，田高志完成了全新的剧本，并且游戏样本也得到了通过。这款花费数年、经历许多波折制作的游戏终于成功上市。事实上，田高志的确用尽了心力，但他的初衷相当单纯，他只是想制作一款让人感到有趣且玩得开心的游戏。不过他并不知道他究竟制作出了什么怪物级作品，并且这部作品将会对世界造成什么影响。没错，这款游戏就是精灵宝可梦。精灵宝可梦又名神奇宝贝、宠物小精灵，于1995年开始宣传。1996年由任天堂于 Game Boy 平台上发行了首款游戏宝可梦红绿，玩家将扮演一名踏上旅途的青年，并在旅途中邂逅不同的宝可梦，一边完成宝可梦图鉴，一边成为宝可梦大师的冒险故事。红绿版发售首日的销售量合计超过13万份，最后甚至累计突破800万的销量，并在当时获得了史上销量最高的 RPG 成
称号。与一般 RPG 游戏不同的是，作为游戏主要元素之一的宝可梦对战，田尻智表示，他不希望宝可梦的世界充满无意义的暴力，所以虽然技能看似华丽逆天且招招致命，但在战斗中宝可梦却绝对不会死亡，甚至几乎不会受伤或流血，只会陷入战斗不能的晕倒状态。并且虽然可以透过通信功能来交换，但游戏的本质还是得好玩，为了防止变成不交换就不有趣，而是成为交换的话更有趣，除了得优化游戏本身的内容，也必须去思考如何呈现交换这件事情，如同孩童时代的自己与饲鱼箱中昆虫的关系。田尻智希望玩家不只是把宝可梦当成数据资料，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为了让玩家在交换时能更加感受到别离的感受，最后呈现的便是透过动画的演绎，让宝可梦看起来像是真的透过传输线传送给对方一样。而如果田尻智可以说是创造了宝可梦的骨架，那赋予其血肉的变飞山森健莫属了。凭借着高超的绘画技术与创意，他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宝可梦及游戏人物角色，虽然并非所有的设计都是出自山森健之手，但身为宝可梦的首席创意总监，他一定会负责把关所有设计的最终微调，并且为每一只宝可梦绘制正式图像。而为了让宝可梦能更加充满生命力，他甚至会根据宝可梦生活的环境条件去进行外形的细部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原本的卡夹容量其实只能储存30只宝可梦而已，但多亏了 Creatures 的社长石原狠狠的推波助澜，加上任天堂公司王牌设计师宫本茂的大力支持，让原本的卡夹超级进化，最多可以放进240只宝可梦的资料。于是，在考量了游戏其他内容的空间，最终将宝可梦登场数量定案为151只，并且透过公司内部的人气投票，甄选出游戏中会登场的宝可梦。上面有提到，山森健作为宝可梦的首席设计师，照理来说，他的责任与义务就是监管每一只宝可梦的开发跟最终定案。但在宝可梦的游戏历史中，却有一只例外，这只宝可梦就是梦幻。据说在游戏正式发售之前，跟 Freak 的一名工程师森本茂树，透过将游戏数据最佳化后，腾出了额外的空间，于是便将田尻智毛遂自荐了自己设计的宝可梦。秉持着搞不好有一天能派上用场的心态，田尻智答应了这个提议，最后便悄悄地将梦幻的档案放入了游戏中。不但瞒着任天堂，甚至除了田尻智与森本茂树两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梦幻的存在。而当时这个秘密其实多少有些恶作剧的成分，因为虽然可以在游戏中打听到有关于梦幻的文字记录，但按照正常的游戏历程，玩家是绝对不可能遇到梦幻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有部分的玩家居然透过了游戏 bug 而成功捕捉到了梦幻。由于市面上除了初期存在 bug 的卡夹外，也混杂了之后修正了 bug 的后期版本，反而造成了有些人抓得到，有些人却抓不到的情况。但也正因为如此，更加深了梦幻作为幻之宝可梦的传说。在当时，任天堂超级烦恼，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只幻之宝可梦的下场。毕竟如果承认是技术上的疏失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延上而发生公关危机。多方考量之后，最后接受了由开发者田尻智的建议，将梦幻当成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吧，并正式认定梦幻作为第151只宝可梦的身份。随后在漫画杂志快乐快乐月刊发布消息，展示了梦幻的消息，并附赠游戏卡片。而这个宣传活动也大为成功，让 Game Freak 随后举办了一场竞赛，并将梦幻送给151位获胜的玩家。梦幻也被作为游戏的隐藏角色大肆宣传，不但助长了作品的热度，更增加了游戏的销量。1997年，田尻智等人更推出了以游戏为改编的电视动画版本，叙述以田尻智作为角色形象的少年小智，为了成为宝可梦大师，与伙伴皮卡丘一起踏上修行之旅，一路上经历各种不同的人事物，更与许多人类与宝可梦发展出充满泪水与欢笑的故事。1998年，为了走出日本，迈向国际，任天堂打算将宝可梦的游戏连同动画一起输入美国市场。不过在对方看过宝可梦的美术设计之后，却被回应说 too cute， 并且提出了一份符合美国人喜好的设计图案。Creatures 的石原社长曾评价道：“简直就像是歌舞剧《猫》里面会出现的角色。你能想象皮卡丘变成一只人形虎斑猫，然后还长着大胸部的生物吗？”只能说，还好 Game Freak 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才让宝可梦避免走歪。而事实也证明了，即使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也同样能体会出作品核心所传达的魅力。其实一开始田尻智与伙伴们有考虑让宝可梦像一般的 RPG 一样，也就是让主角亲自去战斗。但他们想到，如果变成这种模式，那要宝可梦干什么？所以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且重新思考宝可梦与人类的关系。比起饲主与宠物的这种关系，田尻智认为宝可梦更像是伙伴或朋友般的存在，而只能学习饲
四个招式这点，背后其实也有一番用意。即使是同一只宝可梦，不同的玩家也会有各自的培育法。在只能持有四个招式的限制中，思考如何搭配选择的过程，就能看出每个玩家个性的差异。透过这样的操作，不但能让玩家更了解自己，也能加深与宝可梦之间的羁绊。有趣的是，原本田尻智打算设计的宝可梦复杂度其实远远超乎了我们想象。最终的构想是让每一枚游戏卡夹都拥有一个数字 ID， 而宝可梦则会因为游戏 ID 的差异会拥有不一样的个性，甚至是每一枚游戏卡夹中会登场的宝可梦都会因为游戏 ID 而有所不同。但因为这样的设定实在是有够复杂，最后任天堂的宫本茂便提议将游戏分成两个版本发售，才有了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宝可梦。而游戏中登场的每只宝可梦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些取名并非凭着感觉乱取，而是都有着背后的含义。例如人气担当的皮卡丘 Pikachu， 名字中的皮卡来自于皮卡皮卡，有着闪闪发光的意思，让人很容易能联想到雷电的形象。而 Chu 则是老鼠的叫声，合在一起便是电气鼠了。并且宝可梦因为独特的游戏系统与世界观，收获了全世界的各方爱戴，任天堂当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乘着这股热潮， Game Freak 也继续开发了后续作品，从当时的第一世代开始，如今已经到了第八世代，而宝可梦的总数也从151只突破了800只。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一件事情，那就是大木博士在说，除了游戏的本传之外，宝可梦也推出了相当多的延伸作品，并且跨越了相当多的平台。例如突破既有框架，加入动作、角色、冒险元素的《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或是在全球造成极高话题性，透过 AR 扩增实境连接现实的《Pokémon Go》，以及将宝可梦的战斗桌游化，有着大群死忠粉丝护航的《宝可梦奇幻式卡牌游戏》。食衣住行娱乐各个领域中，宝可梦的身影不胜枚举。直到现在，宝可梦不止在游戏中占据了无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它更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无论是搭乘交通工具、看一本杂志，甚至是喝一杯饮料，宝可梦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如今已年过半百的田尻智也早已退居幕后，但他仍然关注着与宝可梦有关的所有创作。他希望孩提时代对喜爱的事物那份追根究底的心情，能透过游戏传达给所有玩家，让游玩宝可梦的人们都可以寻找到能醉心于其中的事物，并且有朝一日能与各式各样的人们有所连接。正如 Game Freak 的团队一样，最初只是几个喜爱游戏的人聚集在一起，因为对电玩的热爱坚持，最终创造了影响全世界的宝可梦。而对于田尻智来说，宝可梦不只是一款游戏，更是他童年时光的缩影与重现，也是他送给孩子们最大的礼物。即使大楼取代了山林，即使街道取代了河川，他仍然相信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的心中，都存在着一片草原，一片生活着宝可梦的草原。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田尻智的故事真的非常传奇，也非常的感人励志。他不但见证了我们的童年，更创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世界。谢谢你的收看，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拜拜。这一次的影片内容许多来自《宝可梦之父》田尻智这部漫画，如果想要更详细了解的人可以去购买书籍来看，并且我也准备了礼物给大家抽，宝可梦毛巾加资料夹加皮卡丘吊饰，这样是一组，一共会抽两个幸运额，抽奖跟以前一样，留言爆款抽字就可以抽，然后中奖的人我会在5月3日前回复你留言，恭喜你，你中奖了，请截图到我 IG 留言，也记得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YouTube 通知哦，因为上次抽奖刚好就有人中奖，但是没有回复我。那你说，那会员礼物呢？会员的礼物呢？不要怕，会员礼物长这样，到时候邮费一定爆炸。